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九。这是美剧改编的中国小说《三体》在 Netflix 上映了。那第一集啊，就让众多翻墙或是在海外的小粉红瞬间破防。毕竟在全世界来说啊，好像只有中国跟北韩是不能不翻墙看 Netflix 的，对吧？那第一集开场前5分钟啊，就是文革的批斗公审现场，那也喊出许多经典的名言，什么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，打倒某某某，打倒邪恶万恶美帝帝国主义。而主角的父亲啊，因为坚信西方的科学跟价值观等等的理念，被红卫兵给现场打 S 了。下面的人拍手，好好。然后呢，他自己的老婆也上台把自己老公举报，对吧？然后自己才是这个人民的科学家，人民的英雄，中国式科学哈。结果一堆小粉红啊，翻墙看到这些画面受不了，跑到微博上痛呛。你看啊，你们连打倒帝国主义都不敢写，写成什么打倒社会帝国主义？你们哪里敢拍了？一点都不写实啊！好啦，不够写实啊，不然你中国拍一下，不然你们现在就不要拍什么长津湖啊，拍什么流浪地球2啊，你们拍这种文革的电影好不好？重新再拍一个你们新诠释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够不够写实。好啦，说句实在话，确实 Netflix 前面拍的这5分钟不够写实啊，因为真正的革命小将跟文革的那些人是会去占领军工厂，不是简简单单的弄棍子而已哎。连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啊，军委副主席贺龙啊，对，不是我们台湾那个贺龙哦，那国务院副总理刘瑞卿啊，这些人啊都被批斗过，非死即伤。连太上皇啊，圣上他爸习仲勋也都被批斗过，对吧？写个什么卖国贼什么汉奸，所以建议啊，各位抱怨的小粉红快拍出来，尤其是要把习仲勋被批斗的画面给拍出来，让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写实，然后看你们的这个政治审查跟这个影视审查会不会通过。好，那下一条粉红留言说什么呢？关键这个文革一段也没拍出来什么亮点啊，不够劲啊！人家说为了醋才包的饺子，我寻思这醋也不咋地啊。哎，对，你们这个醋啊酿了10几年啊，这个文革搞了10几年啊，够包几千万颗水饺了，真的不咋地，对吧？这整盘饺子只有这5分钟用心拍了，剩下真就全是屎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其实是在讽刺美国啊，为了抹黑中国啊，为了把中国这个黑历史搬出来啊，前面5分钟。拍的非常用心，但后面呢没有办法黑中国了，就随便乱拍。他们的价值观念是这样想的，你不要以为他的这个意思是说什么，你看美国很用心，但是后面真的美国人不行啊，就是不懂我们中国人在想什么，所以乱拍。不是，他绝对不是这样想，你要懂他们的思维逻辑模式。好，首先你们要先打电话给你们自家区域的人大代表，叫他们去这个抗议啊，去两会啊，两会刚过，明年的两会哈，去抗议为什么咱中国人不能弄 Netflix， 也不能弄 TikTok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跑去外网上看，看了又要生气，又要破防，去学这个 TikTok 现在在美国做的行为哈。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美国电影啊，会拍自己几百年前对黑人或是印第安人的那种不公不义，对吧？末代武士就拍过嘛，我对印第安人的大 S 我的反思，我觉得很后悔。还有这个绝味沙令嘛，昆汀拍的嘛，对吧？里面就是有带到那个时代背景啊，对黑人也是很不公平的啊。我怎么就没有看到美国人出来文革自己说，你拍这些电影，你想暗示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你想颠覆美国政权啊？你勾结境外势力啊？是谁叫你这样拍的？中国人吗？苏联人吗？反过来说，你们这些粉红，确定你们现在中国没有文革吗？文革只是毛身上发动了其中一场政治运动，文革之前有10几场哦，有打倒各种什么黑五类，对吧？甚至连麻雀都被你们批斗了，死了几亿只哦。只是你们现在消费降级了，对吧？你们连爱国都降级了。以前爱国是什么 ？U 型锁砸日本车，然后到摔苹果手机，现在是抵制矿泉水。当街批斗各种穿和服的人，网络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老人，不是在跳什么红卫兵的舞蹈，中字舞嘛，然后穿着红卫兵的那种军装，对吧？农村地区有时候还会举办什么纪念文革的游行，然后他们会上去扮演各种文革时代的这种角色。你还说没有文革，还说你们这些人不怀念文革？共产党它能存在的道理就是什么？就是斗。如果今天世界上只剩一个共产党人，他可以自己左手斗右手，没有斗，共产党就不可能起家，没有工业化的革命，共产党也不可能起家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的人呐，是文革中被逼到 S 的科学家，这只是其中这8名哦。我们从上排左至右，分别是陈少礼、周华章、林鸿孙、陈世户。那下排由左至右的是萧光琰、董铁宝、陈天池、周寿宪。那这些人呐，可都是海外留学归来想帮助中国发展的科学家，他们不是被说是外国间谍特务啊、外国组织啊，不然就是就是什么？你想要用西方的价值观来颠覆我们社会主义，对吧？你想要走资派路线，你想要变成资本化国家，你要知道。 在当时的中国那种环境下，这些人还可以上大学，而且是上海外的大学，不是什么爱德华州大学硕士啊，不然就是什么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啊、博士啊，这些学历跟你们现在抓间谍的也差不了多少，对吧？还记得我分享过这条影片吗？妈妈，那个窗户在冒绿光，快报警！房间冒绿光为什么要报警啊？因为这房间里面很可能藏在外国间谍。而前几天呢、啊，苹果执行长库克啊。 他到了上海参加开幕新店的仪式，而下周库克啊要到北京跟圣上会面。结果啊，一个曾经的红卫兵小将啊，跑去新开幕的 Apple 上海静安店打闹，痛骂那些排队的中国人，个个都是汉奸。现在才3月份，还不到9月，你们已经提早对苹果发动了文革，不讲武德哎。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。你们崇洋媚外，我怎么崇洋媚外？崇洋哪个好用哪个不行吗？我选择我自己喜欢产品，我要在上海买。 这两样真的不合理了，为什么能在中国卖？为什么能在上海这么热门的地方开这么大一个店？就是因为你的魅力才买到了。明天你知不知道人家的 CEO 要去北京开会，人家国家都要去人家去开会了 ，CEO 要呀？原来你个妈的！你知道苹果每年为中国带来多少就业机会吗？不需要啊，不需要就业是吧？中国不需要啊，我们有自己的华为，你过来，我们有自己的华为，我们有自己的华为。那群里面。 我们用那边华为，你们用华为凭什么请啊？那边华为那边，我为什么要台湾？我就要买苹果店，你不用买啊！我为什么管不着啊？哎，累，活着鲜血的鲜烈的血，大口大口的喝着，做着卑劣的事，人家面对在这里，面看在这里，我就是这么说，难道不可以吗？我可以，对呀，我就是牛逼，牛逼，好，太累。 啊，对，是啊，对啊，你一下什么都下去，要怎么了？闹事，闹事，闹事了，这个，他这个对立，好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其实面对这种粉红，你只要说，哎，对我就崇洋媚外，怎么样？你拿我怎么样？我就崇洋媚外啊！我跟你一样啊，没有穿汉服，对吧？ 还戴西方的口罩，戴西方的帽子，没有羽扇纶巾，穿西方的羽绒背心，戴西方人发明的西洋眼镜，气死你！我估计你照镜子也要气死你自己了。我就喜欢用西洋人发明的手机，我就不爱用飞鸽传书，怎么样？我就小坏蛋了，发挥你们年轻时红卫兵小将的风范。 把我带去人民广场公审，人生如此，夫复何求呢？你们知道可笑的是什么吗？中国国产骄傲比亚迪，也是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供应商啊，打倒比亚迪，打倒上海市政府，竟然敢把土地租给万恶美帝国主义资本家。下礼拜，苹果执行长库克要去北京面圣，打倒卖国贼圣上，把他拖出来，像他爸一样批斗。你们当时可是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给批斗了，现在的国家主席，你们这些红卫兵小将们，千万别怂了哈！ 不要一代不如一代啦！而在3月21号的晚上啊，苹果新开的店门外出现了大量的排队人潮。当然，这个好像是从早上就开始排的，排到晚上。还有人呐、啊，举了白画面的平板抗议，说什么呢？苹果放任黄牛票抢占位置，而且现场也来了一堆公安，取消了音乐会，所以导致大量的人民呢、啊、不满。 抗议。那库克他也说了，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比中国更重要。而这30年以来，我们都在加大对中国的投资，结果被一些中国网友呛啊。那你为什么印度生产量提升了呢？你为什么今年年初同比去年苹果总销量下降了24%，而在当地手机市占率降到了15.7%，也跌出了前3名之外？那这里大家可以猜一下，是消费降级呢，买不起好手机，还是苹果的挤牙膏让大家不想买？我的答案是都有。像中国网。 网红护城风在与众多小粉红对战的时候呢，粉红都说自己用的是2手手机啊，不然就是旧款的苹果手机，或是我爸我亲戚谁给我的，对吧？甚至是假装自己用华为，但事实上还是用这个2手。那这就是消费降级啊！现在都出到15了，这些粉红还说哦，那是我去年买的2手11、12的手机。再来就是挤牙膏，让那些本来就是有消费能力的人不想买。那其实消费降级这个更多针对的是中产以下的那些人。那对于真的有钱的人来说，不存在消费降级。所以呢，你们抖音上如果还看到那些有钱人在买，消费降级你自然在他们身上看不到。对不对？你们要去什么？中国最近开了很多那种1元、2元、3元面包店那种，你们要去看，对吧？那种很便宜的，是不是最近越来越多人买了？所以两极分化、贫富差距的状况越来越严重，越穷的越穷，越有钱的越有钱，中产会随着时间越来越穷。当然，全世界都面临这样的问题，欧美、日韩、台、中都面对这样的问题。这个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上无解。古代其实也是资本主义，集权的资本主义、皇权的资本主义也是无解，对吧？你要解套就是怎么样？ 改朝换代革命，因为我们做了也只能暂缓。即便你改朝换代了，你又把这个贫富差距拉到零，重新洗牌，你再发展50年、100年、200年，你还是会到顶。你是不是又再改朝换代一次，重新洗牌一次？没办法，就是这样了。但是打着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中国，你却比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分化还来得严重，你不觉得很讽刺吗？你们当时的存在就是要打倒阶级固化。 要打倒资本家，结果你们自己才是最大的资本家。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，喜欢记得订阅，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。我是巴尔先生，拜拜。